啊，8月10号，这个江苏的晋江市啊，公安局的一个官员的儿子陆某持刀将邻居砍伤，可是当地警方呢，随后的通报当中却说啊，这个嫌疑人是将受害人戳伤的啊。13号中午啊，晋江公安局表示，当时啊用"戳伤"这个词儿确实呢不太严谨啊，现在呢已经这个在表述当中做了改正了。真的是当时不严谨吗？其实在我看来啊。叫我说，这个晋江公安局他实在是太严谨了，因为他们面对的呀是嫌疑，这个嫌疑人是公安局这个副政委的儿子啊。您别看这一字之差呀，其实啊，一个砍变成戳啊，更会让人不安。砍伤你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，而这个戳字一旦一出来啊，则会让人会担心啊，这个行凶者会不会被从轻发落，更会加剧这个公众对于特权的不满。所以啊，现在我们除了想知道这个陆某为什么能够如此嚣张，更想问问到底是谁只是把这个砍伤说成是戳伤的，亦或是有人主动啊投其所需吗？